大家好，我是王小帅，我现在人正在内蒙古啊，拍摄我的第十二部电影叫《地久天长》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我王小帅每一个起点都必须扎在土里。最跟着土里，这样我们生命才能最强。为了沙网的那个，那就高级大了。像我们这种叫真正的美术，他看不到。所以我这个年龄的导演，我只想在自己有可能和有能力的情况下，去拍一部1949年之后的中国人的电影。人家做导演要自己有创造力啊。那我觉得《地久天长》可能要更加贴切这个意思，就是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人，他们的情感，他们的命运。电影到最后吧，其实就是拍动人。好的，把这方案做完，做到大家满意，这是我们的功绩，这是我们的成绩。那个，来，演员来，我们走一遍位置。啊，大家休息。第三次。这部电影一定会给大家失望，也谢谢支持我的人。